灵魂的救主就是主耶稣，来到世间上为咱受痛苦，流出伊宝血，洗清咱的罪，带咱行过天堂的道路。我的好朋友近来信耶稣，灵魂的地球有主来看顾，在这世间上无人会救你，除了咱的救主主耶稣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伊为你死，伊为我死，耶稣疼你，永远疼你，伊带你转去天父的身边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希望大家今日准备你的心来敬拜主，来听上帝的话语。祝大家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，耶稣的宝血，特子遮盖你人，特子有天使保护你人，予你人出入平安。今日会讲道理，就是我人的奥宾基牧师、吴英志牧师的讲道，我已经打电话予伊，伊批准我人用伊这个讲道来祝福兄弟姊妹。希望今日你人听到这个道理，你人会得到上帝祝福，你人也会更加明白上帝的话语。来，咱来做阵来听今仔日的话语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真正欢喜，今日暗会甲平城真侪华文的教会的主任牧师传道长老执事领袖，阁有所有兄弟姊妹，予咱有即个机会三甲来学习，三甲来大主的面前。来领受神予咱的教示，彼此勉励，彼此相顾是相好，予咱的生命在伫耶稣的内面会长大成长，予咱成做合主心意的人。若是要成做主心合主心意的人，
毋是一暝一日就会成了的，上加咱的生命安尼，毋是生出来一日就大汉了，无伊要经过一段时间，要经过真侪时间的养饲经验啊，经过真啊侪学习锻炼啊，操练。安尼，伊慢慢甲会身体甲长大，生命甲会啊，丰盛甲会坚强。属灵嘅生命本是受伤啊，所以咱信主了，咱亲像囡仔，把你甲出世，待伫神嘅家内面做上帝嘅儿子。真侪时候，咱把你出世嘅时，咱对咱嘅爸爸是一侪咱不唔知，对唔？咱生，咱的母将咱的囝生出来了，有倒落一个囡仔一出来，伊就知讲汝是伊的爸爸，汝是伊的妈妈，有无？有知无？唔知。那是有诶，汝讲互我听，倒落一个囡仔一出世，伊一看到汝，伊就要叫汝 daddy、妈咪，有无？无，伊唔知咪不唔知，伊唔知汝是一尊。伊毋知就是伊个爸爸，伊毋知就是伊个妈妈，但是伊有生命，伊是你个囝，对。了，伊就要慢慢，互你饲伊、顾伊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伊慢慢甲大汉，大汉了，伊慢慢甲会学习，慢慢甲知影讲，你是伊个爸爸，啊，你是伊个妈妈，慢慢佫甲明白讲，你安尼爱伊。如安尼笑伊，如安尼顾伊，了慢慢，伊佫慢慢大汉了。伊若是一个好个囝，伊就会孝顺汝，伊就会报答汝个恩，报答汝个情。啊，若是大汉了，是个无路用个囝，安尼伊就将汝袂记起，对无？啊，咱大主耶稣内面本受伤，咱蒙恩得救了，因为咱来大神个面前听上帝教示。接受上帝予咱的活命来做神的子儿，当咱信耶稣的时阵，咱就已经有神的生命来做神的子儿了。不过咱对神真正做事，咱的天父，咱阁无虾米清楚，阁无清无楚。但是咱已经是天父的子儿了，所以咱就要经过一段时间，就要食，就要啉。就要操练，就要有人顾，安尼，予咱天父爱，天父看顾，上帝教示，带咱慢慢一日一日的大汉。若是咱好好，予咱的生命大汉了，咱有搁较疼爱咱的天父，搁较会要去为天父来活条，来听上帝话，来好好为上帝。去活，去做主的工，满足天父的心，咱就是一个蒙爱啊，神所疼爱的儿子，就是一个有乖、够孝顺的儿子。若是咱慢慢大汉了，咱无听神的话，无为主来活，无行主要咱行的道路，咱就变做一个安怎行迷失的人，了生命未大汉。弟弟袂大，愈来愈像个囡仔安尼。人是大了啦，啊，岁是济了啦。特别生命弟弟来，弟弟幼弟弟，愈来愈像个囡仔安尼。了袂大汉，点点予天父心激心，哦，予圣灵担忧。了咱人因缘长袂大，安尼就真正可怜了咯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若是饲着囝，你饲伊了。五年，偷偷你正饲养伊、抱伊、饲伊、带伊，五年过去了。十年，伊阁要你抱伊、饲伊、顾伊，伊阁暑假发生地就安尼过去。十五年阁是安尼，二十年阁是安尼，三十年阁是安尼。啊，你本老了，伊本老了，特别阁像个囡仔安尼个呢，了，你真是激心了，对无啊？那所以呢，今日暗。啊，这里啊，瓜牧师啊，甲各位牧者，
伊人希望我来甲各位讲，咱人一生命会长大，生命的丰盛啊。有一个人，伊漂流在海里，漂流去到一个岛，伊去到一个岛，岛的顶面有真正侪咧土人啊，咧一土，也是土人啊。啊！一漂去到边，咧伊想讲，我一摆定着无命了，定着死了啦。因为在山番这土人个了啊，定着会将我害死了啦。伊就漂流去到这岛屿嘛。嘛奈知，伊不但无死，遐个土人啊，遐个山番啊，佫甲伊拥护伊，做伊人个王。哇！伊煞想甲因祸得福安尼啊！啊！哇！想讲家己个死。不但无死，即阵煞做王，哇！做王毋是真爽咯，是无？达达人个了，跪伊拜伊，达达人个了，听伊讲，啥物好诶物件分互伊，啊，伊卖啥物分有，哇！伊做王啊，哇！真爽了咯，知影无？真爽了啦。不过当伊做王，感觉到真正爽，真正爽诶时咧，伊人就甲伊讲啦，我人有一个规矩诶。我人这边啊，那是什么人？那漂流来到我人这岛，我人定着可以做王的。不过可以做王是一年了啦，一年了。了做一年的王了了呢，我人特别送伊去另外一个岛。迄、那个岛的顶面呢，甲了是真正凶、真正野的野兽甲了啊，吼、哦、食人的。迄、那个野兽甲了真正凶的。甲了会食人诶，我人就送伊去迄边咯。遐送伊去做咩？去哦，禽兽食伊咯。哇，本正伊讲想讲家己做王是爽了啦，对毋对？哦，会通来做王，毋是真正爽咯。嘛，奈知影做王一年尔，就要送去迄边去哦，禽兽食了。哇，煞无兴趣去咯，对无啊？一年真快就要过去了了，你就要去哦，禽兽食了，你做王做了会爽未啊？你一年做王，你做了会爽未啊？会未？会啊未？有安尼啦，会啊是未？会未？未啦，嘛哪会爽啊？何你做王做一年尔，做一年了就去送予禽兽食了，嘛哪会爽啊？啊，不过伊真正有聪明着，伊真正有智慧着。伊做王一年有几个月啊？十二个月。要做王，伊哈咪官兵不有吗？啊，伊是王吗？伊爱做哈咪不会使，伊爱哈咪不会使，家下人就要听伊的话吗？所以从一年分做三段的日子，头四个月，伊就派伊的兵，派家了勇士，派家了高手，派牛群战争的，家了这兵派去了岛民，哎呀，叫做咩啊？将遐禽兽个了拍死个了，哈！遐个禽兽死个了。第二四个月，伊就派遐个阿基德啦、阿基斯啦，咧搞起厝、搞建设的人啊，咪个咯，起咧岛边去做咩？去建设个咧岛啊，去建设啊，将咧岛做个水水，起个水水。第三段四个月。伊就叫人拿个了，一个岛的财宝、金银啦、啊，所有的物件啦，个了搬去了岛边，了伊人送伊去岛边啊，伊就去那边啊，伊就爽了，永远岛边啊，享受了。虽然你做王一年尔，特别伊一年的内面你做咩啊？伊避难，伊唔是去死，伊是去永远安怎享受。阿门！伊有智慧无啊？哦，伊起初拄到的，是毋是真正惊的事啊？是，但是伊有聪明，伊有智慧。今仔日咱在世间上嘛是安尼，咱若这世间做人是真正短尔，对无？几十年，何如一百年，嘛是一下就过去了，对唔对啊？了，过了，你就要做什么啊？就爱去学禽兽食了咯！啊哈哈哈哈！咱不是去学禽兽食，咱是去学火烧了咯，知影无？啊，了到无备办呢？
安尼咱就无希望了。就是做人，互你贪甲了全世界，过虾米兴趣咧，过虾米意思咧？因为总是一日来了，你就爱去因缘去受苦，去因缘死的所在。安尼嘛哪有嘛哪过，互你有欢喜的心啊？所以咱特别搞啦，特别有聪明啦，咱特别大个有时间。有生命的时阵，咱就要做什么啊？做准备，准备什么？准备将来，咱要去真实的因缘的享受的所在。安尼，你就要努力，你就要付代价，你就要用心，你就要有计划，你就要真实来去为着你以后的日子来做备办，知影无？今仔日咱基督徒活到世间上，嘛是安尼。咱到底大正是伫做虾米咧？咱嘛是伫做建设的工作。这是看你做虾米咯。若是你做好诶，一日你见上帝面诶时，上帝甲你讲虾米啊？我即个又搁忠心，又搁良心诶仆人，你安怎？你通入来甲我做伙白白食？你讲就好啊！天父上帝甲咱讲，啊，你若是戆个，你无做备办，无预备个，你听到阿咪啊？你即个个恶个笨蛋个，安怎离开我？我唔捌你，哎呦，安尼就坎坷了。你讲主啊，我主啊，主啊，讲了没？没没没，你们叫主啊，主啊，我唔知你是几岁？哦，安尼就可怜了咯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咱要做聪明的，也要做智戆的啊，做聪明的，达达人特别会晓做聪明的。那是咱要做聪明的，安尼咱特别会晓大咱有生的日子，有命的日子，上帝佫予咱的时间，咱特别好好做虾米啊？去建立、建造咱即个予咱的树立、托住咱的生命。好，咱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将来会去见主的面，欢欢喜喜，大到和主来娱乐咱人，安尼才是聪明的。那是无，都是什么啊？都是戆的，戆的。有人爱做戆的人无啊？无是哦，无人爱做戆的是啊，但人嘛爱做聪明的是啊，所以呢。咱不是干那笑呢，只笑是无用的只，真正一个人真正搞笑只，啊，伊真正搞笑，笑真正济，啊，伊干那笑哇，笑安尼，笑安尼，笑到老了，伊一项都无做出来，伊大大只只伫笑呢，笑呢，笑呢，特别伊无行动的，啊，伊无去做的，伊搁搞笑了，你甲伊讲哦，伊会笑，伊会笑安尼。安尼，伊甲你讲噶，真啊济搞笑。特别有去行，有去做啊，无到尾伊笑诶有成功无啊？含伊一事无成，伊大大只做白日梦尔，大大只做白日梦。今仔只一见到党嘛是安尼，搞笑，特别无实在行动，无去做，无去行，笑真啊济，特别到尾。空空，阿弥陀佛。有安尼人无啊？有安尼基督徒无啊？有，全世界个了本有，这边咧无，这边无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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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这边无。求主帮助咱人啊，予咱有智慧啊。好，同意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看你会知无头先啊？每路看你也讲哦，这个是犹太人的故事来着哦。伊讲啊，有两个人啦，伊住伫烟囱咧，哦烟囱啊，就是迄个烟囱，咱能叫什么啊？啊？咱住只啦，什么什么了？顶面厝顶有一个头，往出烟的啊，叫咩啊？啊？烟囱啦，我知，特别福建话讲啊咩啊？啊，烟筒呀，哈，烟筒啊，烟筒，有内人，伊人住烟筒个边，落来啦，内人啦，伊人住烟筒个边个呢，
落来啦。落来了，一个的面清气，一个的面垃圾。到了一个先去洗面呢，垃圾的啊，是啊，不是清气的先去洗面，安怎呢？因为奶落来，这个面垃圾的看到伊一面安尼清气，伊想讲家己本清气，所以免去洗。了，这个清气的看到伊面安尼垃圾，伊想讲家己真正垃圾，所以还免去洗。啊，你知影？所以你若是想讲，你家己只清气，别人垃圾啊，你就惨了咯。实在垃圾伊是一堆啊。是家己啊，所以真正最少咱基督徒无看到，所以咱干那看到人的阿咪啊，人的气无看到家己的大差，对哦。各位女，内人在烟筒的内面，阿咪烟阿咪烟筒落来，一个人面垃圾。一个人面清气，但落一个先去洗面呢，清气的啦，就摆你讲清气的啦。两个人在烟筒那边，跟了平平落来，但落人的面清气的，烟筒落来跟了嘛垃圾，嘛哪有清气？啊，所以啦，实在上啊，咱跟了本是受伤垃圾。感謝主啊！咱真歡喜啊！所以今日暗要甲你講，那是講咱人要生命，要長大，要有健康，要有成長，生命要豐盛。咱中國人特別講啊，安怎咱的身體無健康呢？安怎咱這個人會破病呢？咱中国人中医就是讲啥物啊？就是讲伊血气未通啦，对？啊，中国人真正注意啥物啊？讲这血气特别好，伊行，好伊通。那是一个人的血气未通，就塌啊！安尼伊个人都真济病了，伊就未养了，对吧？一个人若是血气就塌，血气行未通，安尼就真济病了。所以咱中国人第要紧就是啥物啊？拍可以血气通啊，撸下伊啊，按摩伊，解脱，食药可以拍咩？拍可以气会通，可以血气会行，可以血气会行，你知影无？今仔日基督徒的生命安怎未掉大呢？本是这个气未通。未通，咱有五种的气做人，特别会通的。头一条气要会通，就是甲空气、大自然的接触，就是你要头一日有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。即个空气，即新的空气，从外来的，特别甲你会安怎？会通，会爽，知影无？第二是你家己内面的。血气会通，对唔？啊，安尼咧，你就勇啦，就勇健啦，人就精神啦。想想，一个人是安尼，伊个灵命本是安尼，伊个属灵个生命伊袂大，啊，伊点点有病，点点袂大，都是本是伊个气袂通，啊，伊个灵。未通，知影无？咱讲气，气本是灵，对无？啊，灵本是气，对唔对？所以呢，你属灵的气未通，就是讲你灵气未通。安怎未通呢？本五行未通，就是你甲神未通，你甲人未通，所以你未大汉，知影无？来，再来讲一摆啊！身体未勇健，常常有破病，无用，啥物事啊？
气未通，对无？肺气未通，呼吸空气未通，啊？艰苦啊！你看最后一个人，人都要死的死，就是无要无气啊，对无？啊？然后伊就未通咧，未通咧，未通咧，就要行路了，对吧？啊，然后所以呢，外口的气未通，内面的火气本未通，啊，伊就要行路了。基督徒的灵命本受伤，伊的灵甲神未通，伊的灵甲人也未通，所以拢丢塌，丢塌也是要行路了。所以真多人身体就爱叫做 bypass 啊 ，bypass， 阿咩事咧？伊会未通，就塌，就塌，就爱解通啊！今仔日你要生命，互伊个吊断，互你生命丰盛，今日暗本就要来甲你通啊！那是无通，你本无用，知影无？你大大日读初二学，大大日上四个班。大大日去参加哈咪 seminar 啊，参加哈咪讲座啊，参加哈咪圣经班。大大礼拜去做礼拜，你本未通，无用。哈咪说咧，因为内面丢塌，丢塌。你若是讲无爱愿意去通，你做哈咪本无用，你食卡济卡卡死。有，若是讲你心啊丢塌了啦。就塌了，你无去做海通，你直直接直直接，唔是过甲死咯？对，愈食死愈快，食愈济死过甲惨，对唔对？啊，一个基督徒本就是想，那是伊个灵未通，伊个心无通，伊个人无通。圣经讲，伊就是听济济神的话，对伊有帮助无啊？无帮助，愈听愈济安怎？愈死。愈惨，因为伊听了伊未消化在内面，对无？伊无消化，伊变作听多精去。伊够听，但伊无通，无消化，所以才讲这个牧师讲牛讲咯。这个牧师安尼讲干嘞差一辈，哎呦，这个讲了对，那个讲唔对，佫也跌来搞得来跌。在人讲好，在人讲唔好，了有诶来听，佫会晓为别人听咯。伊毋是家己听，伊讲：哎呦，今仔日这牧师讲诶真正对，那互我翁来听就好了。啊，那是互得了一个姊妹来听，就妥了，真正安逸咯。伊毋是家己听，拖内面。了读圣经读济济啊，真正搞，特别未通未通去读圣经是啥物啊？红啊，你无爱我啊？你读圣经，圣经讲做红的特别爱伊，无你看到你看到你看到啊？了红讲来，我本有，我甲你讲，你看，圣经讲做某的特别顺服伊的红，你好你好你好啊！所以伊读济济圣经个了，再个了，拿来做啥物啊？拿来受拍，啊！拿来受拍，啊！今仔日看你讲阿咪啊，你做阿咪来，我拿一截出来，拿来个刀个拿出来，来抢毛老师，啊啊！然后你做阿咪，我本抢毛老师，小刀抢，你抢来抢去，抢来抢去，平平死较快，啊！阿咪说，未通，未通。今仔日，咱的灵有通无通？哎呦，唔知咯。世界真正济基督徒的灵有通无？无通，一边咧干了通。了，人要安怎解通？就爱做手术啦。对哦，就爱开刀咯，对哇？心就塌，血管就塌了，变怎啊？开刀咯，无别方法了，开刀，惊就爱开的，了解伊痛，龙胶就塌，本就要解痛，
你领着他搬入礼堂，按着汤认罪悔改。大家讲认罪悔改，再讲一摆，认罪悔改。认罪悔改都是动手术，将咱内面个了条塌下，可以烫去。真正做事后，咱讲到悔改的时阵，咱想讲是遐阿未信耶稣的人个呢，对？真做事后，咱讲哇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啊！讲我骂听阿未信耶稣啊，对对对啊！讲我爱安听，伊个阿未信耶稣啊！讲我一句听，伊就爱悔改。悔改，求耶稣的宝血赦免，予你会得救。我呢，我认罪过了，我已经赦免了。特别唔知讲赦免过了，如果垃圾个入去了，个直掉了，个掉塌了，你个唔知。所以你想讲讲悔改的道理是甲自己讲的啊，是甲无信主的人讲的。实在悔改的道理应该跟自己说啊，信主的人，信主的人是自己啊，是伊，是自己，是我，是我。所以说悔改的道理是对自己说的，不是对人说的。今天我跟你说，我是对我自己说，不是只对你说而已。因为我内面本来叫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若无小心，我本来就读；我若无点点去洗伊、去通伊，本来就读。对，所以悔改的道理，审查咱的心，常常清洁伊，让伊会通，是每一个基督徒踏踏实实要做的事。让咱人生命的内面，唔通让伊就读。安尼，咱的属灵的生命才会活，才丰盛，才会用，会知影无？那是咱无小心，无愿意到达日来清咱人的内面的垃圾，真正容易咱丢塌，丢塌了不唔知。你看你心丢塌的人，较真唔知的，对？伊想讲家己用。无物件，我就无输啊！你有输哦，无输。我大台子嘛是食空豆油白，我大台子就嘛是食叉龟条。你看我食了无输，冇得有输，无输。特别有几日忽然间，行了了，伊其他路了，早起佫看伊活跳跳，安怎今仔日三公伊死翘翘去了？伊是死翘翘了，安怎死翘翘？伊唔知讲伊掉塔了。对，今仔日这样祈祷，干嘛想呢？大大礼拜去做礼拜，俄罗斯有诶，搁搞跳过，会跳过，搁搞跳啊，有诶，搁搞奖，搁搞奖啊，有诶，搁上四班，搁搞，特别唔知伊内面着塌，真正砸了，伊搁无去清伊，无清伊，伊搁大大只想讲家己真正用，真正爽，真正爽，真正爽。阿比生命有危险无啊？危险啊！红灰出来了，伊生命危险，伊个唔知，伊个唔知。有诶，佮讲我是牧师，牧师定着无着读诶，牧师会着读诶啊？安怎你讲个恁大声？有诶，长老、执事。长老接受会叫他咩啊？主日学先生会叫他咩啊？你讲我哈咪本无啦，我不过就是基督徒尔，无人捌我诶，你会叫他咩啊？拢阮会叫他。每一个人，若是家己无小心，无好好去清理伊诶生命，伊拢会叫他。你若甲神未通，你若甲神人无通。你的生命就就差掉。如果大大日无小心来去清理去通伊，你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了。今日暗
咱头一步开始，头一步开始是做甚物？大家讲，认罪悔改。那是咱真实要讲生命的丰盛，要讲生命的活泼，头一步先通头先，认罪悔改。认罪悔改不是叫人做的，认罪悔改是我心的光，光照我的心，让我看到我内面有做这物件是不对的，无合神的心意的。在我的生命内面有真正做物件是丢塌的、未通的，我就要认罪，我就要悔改，求主的保护。来洁净，求圣灵耶稣的宝血来给我清除，让我的灵会通。有信主真的几年了，有的信了五十年，有的信了六十年，有的信了三年、五年、一年。你认罪头一摆向主认罪接受耶稣以后，到今仔日，你够好好在神的面前。认罪、流目屎、求主赦免你的罪无？告捌做无？你若久无去做安尼认罪悔改的工作了，无去做这个清洁的工作了，求主上帝。光照咱人，开咱达人的心，但卖让魔鬼留地步。咱拢有软弱，咱拢有失败，但是咱常常就要求上帝怜悯咱人。悔改有几哪样款呢？当咱讲到悔改的时阵，头一种你看到的人，伊是无悔无改。不悔不改，好。有的人伊无认错，无爱悔，无爱改，伊点点家己是对的，伊无唔对的，甲了人唔对，伊家己对尔。尤其迄个老基督徒，佫较是安尼了只。你讲话信主了几十年，佫较是个，因为伊定型了，就伊定型了。所以就变成老古董去了，然后伊就倚老卖老了，来想讲家己个了丢了，无唔丢，安尼样，安尼伊就无悔无改了，伊也无爱听人家讲伊，都未使讲伊呢，未使讲，啊，讲着伊呢，伊恶面变面，像个咱中国那只绝招啊。变脸那个，一个人啊，早起个都真好啊，真好，然后，那你就讲到伊那变面，恶面，伊爱认错无？伊爱悔改无？伊无悔不改，伊永远想讲家己丢了。你看咧，甲耶稣定十字架的强度，到死本无悔改。对，对。人讲啊，人要死了啊，伊讲的话，甲了本是好话啦，叫咱中国人啊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呐，对不？啊，人要死了就讲好话，特别你一个要死了，佫讲歹话，到死本无爱认罪，死本无爱悔改，好不？有读圣经有读到这类人哦，有哦，有哦。这个安尼款的人是叫做啥物款呢？不悔不改，都忙做安尼基督徒。啥物事呢？安怎有安尼基督徒呢？因为内面麻木了，伊麻木了，伊无过受圣灵的感动，伊点点消灭消灭圣灵感动，伊知家己的生活无对。伊知家己的思想无对，伊知家己所讲的无对，伊知家己对人无对，伊知家己对神无对，伊知家己做的事无对，特别无爱悔改，
伊继续安尼款的生活，在礼拜堂的内面，在厝内，在搭路，伊继续，伊过去去跳过，去去讲过，去做半行，阿咪干了分照做，特别无悔改。这边有哦，无，这边无。伊灵的内面已经麻木了，圣灵讲未甲伊做半行了，伊无渐渐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伊无受圣灵的感动，伊无灵的内面的敏锐了，伊无灵的内面的感觉了，所以伊不会。不改，第二个是有悔不改，大家讲有悔不改，有悔没改，啊，头一个是无悔无改，你有看过？所罗王哦，所罗王你看到？所罗王伊是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在哦，伊真正谦卑在哦。当以色列人讲，何我人一个王，撒摩利真正心真正坎坷咧。撒摩利讲：哎呦，咱人一路本是上帝来带领咱人的。上帝来管咱人个，安怎路人唔爱上帝个管路人，路爱上个列国列邦呢，互人来管路人呢？有我人爱，我人爱上个人呢，我人爱王。撒摩尼就阿痛心，伊来个神个面前，伊向神祈祷，上帝讲妙紧呐，伊人唔是孤绝路人，伊人是孤绝我。伊人唔是唔爱路，伊人是唔爱我，所以伊人既然爱一个王，你都何伊人咧？何人去管伊人咧？何人去管制伊人咧？然后上帝都叫撒摩尼去告别这个扫罗，来做以色列头一任的王。当扫罗听到的时阵，伊做啥物？伊走去逃避起来，逃避。圣灵讲，扫罗伊根本就是头，伊个身量啊，比人高一个头着，我着高大威猛着，伊毋是像个我安尼呢，伊是高大威猛，对哦。啊，伊个英俊潇洒，然后伊个是领袖，生出来到这里领袖的才干了着。上帝讲，你去高伊做王，伊真正谦卑。伊听到，伊无听个人讲，哇，我做王啊，好势了咯，一摆做王，无无，伊去逃避起来。伊讲，我袂使，我袂，我袂，我袂。后尾伊何告别做以色列头一任的王呢？等伊做王做王的时阵呢？慢慢原来做王安尼爽个哦，做王安尼有大官兵个哦，哇爽咯，爽咯！伊内面开始着阿咪了，着读了，着读了，伊个唔知着读了，伊个唔知，伊愈来愈着读个，头头着读，伊无听话，伊是王，伊毋是祭司。伊是管理国家的大事，特别伊毋是去限制人。伊是王，袂使限制，伊毋是做祭司的工作。但是伊做王做到上上牛了，做到上有势了。我是王，阿咪袂使做啊！啊，叫你来做，你都无来，无来，我毋是做咯。啊，伊就越界了，超越了，做伊不应该做的了。就读阿未啊？就读了。伊就骄傲了，伊就无讨神的喜悦了，
伊去偷一撮时啊，偷人的时啊。当撒母耳来问伊讲，你做了啥物物件？伊讲无，我等你，你讲你要来，你都无来，无来，你看你人甲了走了，离开了，我无办法嘛，我就嫌济嘛。啊，伊无搁再讨神的欢喜啊，伊就去讨啥物人的欢喜啊，讨遐人的欢喜啊，伊讨人的喜悦，不再讨神的喜悦，就读阿未啊？就读了，一条读。各有一般正是人的焦点的，人的 focus 来的。甲了人看，真正牛，这所罗王真正牛的，啊，伊治理国家牛，伊经济个牛，伊的军事个牛，伊大项牛，所以达达人甲了注目在伊的身上的。忽然间出一个什么人来啊？就这么人来，大卫。大卫出来的时候，当大卫将哥利亚打死的时候呢，跟了人唱歌，唱什么歌啊？扫罗，扫罗，太清清，大卫，太慢慢。哇，一听到，佫会滴啊！上次说我的，这阵才去说什么人去了？大卫，我变做什么呀？变做无买去。安怎一大卫安尼，互人安尼恶劳，改了人的注目在一个身上了啊？不是在伊身上了哦，在一个身上，大卫身上，伊开始就安怎了？弯道就来了，伊弯道的心就起来了。就读阿未啊？就读阿未啊？就读无？你开始骄傲无？你开始弯道无？你就读无？伊来了咯，伊就读了咯，就读了咯。你就讲啥？啊？唔是你死，就是我死。特别你应该，你死较好过我死。所以就安怎呢？伊就爱去杀大卫了，对无？伊就伫追杀大卫了。特别伊追来追去，追来追去，阮杀袂着。但是大卫呢，真济摆安怎？伊杀伊，特别伊无杀伊。啊！啊！这大卫王，这也未做王啦。这大卫，大卫，伊无杀伊，伊个讲互扫罗听讲，呐，你看。啊！只一摆我会睇你啊，特别无睇到你啫，无睇你啫。哇！人讲给伊听啫，有兵讲给伊听，啊，有讲给伊听。一只扫罗听咧时，伊安怎？哇！伊后悔着，伊真是哇！伊认罪着。圣经讲安怎着？伊个老白油啊，好啊！我错了啦，我有罪了啦。我对不住你啦，大卫，我对不住你啦，你比我较公义啦，我无好啦，我得罪啊，我无好啦，伊有认罪哦，我，伊个好个忍个叫个忍个好个无认罪，有认罪哦，特别有改无哩，有改无哩。今仔日把你好个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、噼人嘴喷出来个啦，啪啦啪啦。第二日过来了，过去抬人啦，过再对人啦，过再抬啦。过了过来，好，过再过去去抬啦。伊有悔无改。今仔日咱有安尼祈祷到无？无。伊本好，本真罪。特别起来个受伤个了，安尼。无改变。咱讲的认罪悔改是毋是安尼啊？毋是，毋是。各有个人伊认罪，特别伊无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伊，伊家己做。英雄，我做错，我家己担当，
我家己解决，伊用家己的物件帮到你家己的手，我唔对了安怎？对啊，我错了安怎？上楼死尔咯！你读马太福音的时，你读到有两个人，阮就要让你读圣经的啦，啊？你读圣经啦！马太福音第26章讲，彼得，伊出卖主，对无？对无？彼得，当主把人掠去的时，圣经讲，伊远远对着主。忽然间有人甲伊讲：“哎，你甲伊受伤的呀？”不不不，唔是。啊，第二个甲伊讲：“哇，我认着你，是你甲伊受伤，我听着你讲的声，甲伊受伤，是唔是你？”哎，唔是。伊阁将上帝拖落来，甲上帝做聚会，叫上帝来甲伊讲变话。伊起誓，伊发咒诅讲：“我咒诅，我唔捌伊。”那彼得有犯罪哦，有犯罪哦。伊犯罪大无大？大啊！啥物事大呢？伊出卖主，伊无认认主，伊个咒诅连上帝本掠落来，甲伊讲骗话。你看伊犯的罪大无？大。第二个犹大，犹大伊本出卖主。伊用30鸟人的谈论出卖主，但是犹大有认罪哦，有知错无？圣经讲，当伊看到耶稣掠去定罪的时阵，伊本知安怎？知错了，伊倒转去在咧祭司人的面前讲：“我错了，我卖了无辜无辜的人，我害了这无辜的人，我卖了这个无辜的人的血。”伊人家讲。这个跟人没什么关系啊，这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理啦，跟人没什么关系啊。圣经说什么？他将这30鸟银丢下去，给他人还就对，他出去。彼得，主耶稣回头看他的时，他想到说，主给他说，鸡叫之声三摆，你没认我，他本出去。那你读圣经啊，26鸟，27鸟，没太好音。讲受伤的一件事，两个彼得奔出去，犹大奔出去，但是有两种无相的结局。一个彼得出去，圣经讲什么？伊出去，伊大病，好真罪悔改，求神赦免，伊知错了，伊向神认罪。求上帝赦免伊，上帝有赦免伊哦，有哦，哦。以后伊不但爱主，并且心智历史讲，伊为主钉十字架，不但钉十字架，伊都倒头兵来钉十字架，都看到伊真实悔改，伊认罪悔改。犹大有认错无？有知错无？有，伊本知错，伊出去做甚物？做甚物？去吊死，去吊死。啥物事啊？伊无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赦免，伊将一切做甚物？家己来解决。我错了，错了，我负责了。啊，错了安怎？死了咯，上头咪死咯，去吊死。对吗？伊无爱来向主谦卑来求主赦免伊，伊用家己的方法解决伊家己的问题。今仔日有真正做基督徒，错了，得罪主了，生活有罪了，认罪了，伊会知错，特别伊有改无啊？无改，伊讲咩啊？我是啦，我做错了啦，你安怎？安尼我唔爱去礼拜堂咯。我不去了咯，有安尼基督徒无？伊出去做甚物啊？去做甚物？做甚物？去吊死啦！做甚物啊？我上头不去礼拜堂咯，
我毋爱阁信耶稣咯，我行我家己的路咯，安怎？即个是虾米？采取虾米样款的方式？屌丝的方式？你想讲你毋爱信耶稣，耶稣就是惨了啦呀！我阁提醒大家一种啊，毋是耶稣需要咱个，是咱需要主耶稣只。我顶摆也未信耶稣的时啊，真济人点了来叫我去信耶稣咧。我逐摆甲人讲啊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你自己会信到够啊，你唔好日夜嚟搵我去信耶稣啊。安尼点了来叫我去信耶稣，啊，每人都点了来叫我了，我想只，哇，安怎只信耶稣基督徒啊？点了来叫我去信耶稣，安尼我听到是真正重要了啦。那是耶稣无我，我看耶稣本搞唔掂啊，本未得啦。所以我真了真了要紧了，我想我家己真了要紧了啦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不是耶稣需要我，是我需要耶稣。你明白哦？今仔日真了多人错了，无讲来到神的面前认罪，伊安怎？煞受魔鬼的上魔鬼的当。煞行家己的路，你看过真啊是基督徒，顶摆爱主的，今仔日买去做礼拜，无去做礼拜，有啊，有啊，顶摆带你来信耶稣，今仔日家己唔再期待落去，有啊，有啊，有。咱若拄到伊的时，如果今仔一摆无看你来信耶稣，无来做礼拜，无咩，我顶摆戆咯，当然我食了啦，咬了啦，伊是做咩啊？做啥物？屌丝，屌丝，真实就要有啥物？认罪悔改。今暝咱听到就要，逐人就要做这项事。今暝暗你转厝，也是较等，你到主的面前来求上帝原谅赦免。咱就要知影神有恩典，有慈爱，伊会怜悯咱人。咱若是错了，咱就要来求伊赦免咱人，互咱会通，互伊来甲咱清气，互咱将咱的血管、将咱的龙沟，甲伊做互伊清气，互咱过一摆甲伊的通、甲人的通，互咱的生命过再一摆健康起来。咱的确就要认罪悔改，唔来讲不有悔无改，哭甲唔通。不悔不改，咱就爱什么？后悔就要改。那是咱的心就安尼样款。咱看圣经，列王记下，了列代志下，列代志下第七章，历代志下第七章，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。十四节这样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，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上的祷告。我读一摆来听，这是上帝讲，伊讲这个称为我名的主名，那是讲因的主笔基督。深找我的面，转离一人的恶行，我必定拿天顶来垂听，赦免一人的罪，医治一人的地，我必开我的目睭看，用我的耳来听，大知道所献上的祈祷。这个是上帝讲给咱听的，上帝真正愿意
随时甲咱做啥物，动手术，加油！甲咱清理，互咱会痛。但是你着要愿意，一个心着读的人，伊着要愿意去倒落，去甲医生个斗，愿意互医生甲伊通伊血管，对无？伊若无愿意，医生有办法动手术哦，无办法。今日暗，你甲我分受伤，若是你无愿意，主耶稣会帮助你无？袂。伊会甲你清理无？袂。伊甲你动手术，互你平安，互你健康无？袂。所以咱着要自卑，承认家己的罪，愿意离开咱的恶行。安尼，上帝讲，我的确开目睭好好来看，我的确用我的耳好好来听，我的确要做啥物？下面洁净，好，你会痛，安尼你的命就会活，你就会健康，你就会有用。但是你的确就要做一件事，佮大家佮讲一摆，做阿咩事？认罪悔改，佮讲认罪悔改，大家请记。咱看到圣经，予咱看到，这个犹太人，伊人予掠后人外邦人掠去，了后尾，伊有得到神的恩典，外邦王有怜悯伊人，帮伊人都转去，去做甚物？去重建伊人的圣殿。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上帝重要的就是伊人的圣殿。圣殿是做甚物的呢？圣殿就是敬拜、侍奉的中心。所以犹太人，伊人是神的百姓，所以这个敬拜、侍奉上帝，对伊人是真正要紧的一件事。但是因为伊人无听话，伊人予外邦人掠去去做奴才，圣殿本安怎毁坏了？毁坏！不但圣殿毁坏，伊人的圣城本毁坏。圣城是啥物？圣城就是讲一个行政的中心，将伊人围起来，会甲人有分界线清楚的所在，分别的所在。海南有一个行政管理的中心，这圣城不安怎？城墙不安怎？倒塌倒了。所以，为上帝怜悯的人，海南有机会，搁一摆都转去甲家己的所在去做甚物？去重建圣殿，重修城墙。所以，人去了。圣殿重建起来了，圣城城墙本来怎重修了，改了有了，所以有敬拜神的所在了，有行政的所在了，有保护的城墙了。特别伊人更加要紧一件事，伊人就要做的，所以伊斯拉就去，伊斯拉就对伊。重整人的秩序，将摩西的律法过一摆传到对去，做甚物？去重整伊人的安怎社会的秩序。如有圣殿了，如有城墙了，特别更加要紧的是甚物？是人心，对。所以伊是拉转去做阿咪，迄个时阵你去，圣殿已经重建了，城墙已经修好了，但比人心却是人的心却是
腐败了，人的心的灵就塌。有升天，成全修好，人的心无准备好，有用哦，有用哦。今仔日真济所在，礼拜堂起个真只大景，真只水，好。别人为怎样为礼拜堂用85 million 新加坡币起礼拜堂，哇，水不水？大无大景，水咯。85 million 啊，这平时多济啊？啊？哦，够济咯。礼拜堂真水啊，本来嘛是有真济水的礼拜堂，有啊？起水水礼拜堂有了，有啊？城墙嘛修好了，嘛是真正济组织啦、行政的啦。哈咪哈咪的 system 啦，干了本真正好了，真正有真正好的组织，真正好的系统，真正先进的设备，干了有了，要紧无？要紧，好无？好，特别更加要紧的是什么？是人心，对不？那是瞬间有了，真水了，礼拜两天人大了。他们行政本 first class 了，他们组织本真正严密了，做家真正好了，干了是 world class 的人来领导，哇 ，very good， 干了真正搞了。特别那是人心腐败了，有用哦，有用哦，无用，无用。所以以色列人本是受伤，圣殿重建了，圣城修好了。但是当伊斯拉落去的时阵，伊听到虾米物件？咱来看伊斯拉，伊斯拉记，伊斯拉记第九章，伊斯拉记第九章，有圣经哦。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一节，这事做完了，众首领来见我说，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时人、耶布斯人、阿门人、摩亚人、埃及人、阿摩利人，人效法这些国民的国民所行的可憎的事，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，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，并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件事上为罪亏。第五节，献祭的时候，我起来心中愁苦，穿着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。第九章第三节，当那些人来告诉他说，我们的百姓，我们的祭司，我们的官长，他们与外邦人混杂，他们做外邦人所做的，他们行外邦人所行的恶。当我听到的时候，第三节说，我一听见这事，就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惊惧忧闷而坐，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，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惊
据忧闷而作，直到献晚祭的时候。献晚祭的时候，我起来，我心中愁苦，穿着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：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圣殿走后了，城墙修补了，但是一听到的是什么？人心腐败，腐败了，一人割了就塌了，不但无影响外邦人和外邦人影响的人，不但无去带外邦人来归主，所以让外邦人带一人割了，跟外邦人去犯罪，做外邦人所做的恶，做外邦人所做的事。有圣殿了，有城墙了，有用了吗？所以以斯来讲，我只会听到的是我整个心像个破起来那样，我将我的衫给了跳去破起来，我将我的头毛搬下来，我的手给它搬下来，我整个戆戆的那样，我怕得辣辣辣这段的上帝面前，这段的跳天子时说，我举手我跟神说，上帝啊，我不敢用面看你，因为你的百姓干了做什么？犯罪，他人的罪太大了。今天我们是不是说，哎哟，怎么以色列人这样？他人犯罪。有一次，那些人也是这样说，哎呀，这些人啊，哇，像他第四哦，哇，这些人啊，哇，像他应该死了。主耶稣说什么？我想说他人是应该死的啦，你想说比较好啦，但是你若是不悔改呢，你安怎？你本比人更加惨，死更加快。今天咱信主的人，咱有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教会有了，组织有了，什么系统有了，什么管理有了，但是人心有腐败。以斯拉第十章，第十章第一节，第十章第一节，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，伏伏在神殿前的时候，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，成了大会，会众无不痛哭。属以兰的子孙耶哥的儿子席加尼对以斯拉说：我们在此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干犯了我们的神。然而以色列人还有希望吗？现在审判与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当在神的面前来立约，要休掉这一切妻，离弃绝他们所生的，照着我主和那神命令战金之人所议定的，借按律法而行。求你起来，这是你当办的事，我们必帮助你，你当奋勉而行。你读到这段圣经无？以斯拉做什么？过来讲个一摆，认罪悔改，不是干那以斯拉一人呀，所有全城的人，
老的、少年的、大波、查波，连囡仔、孩子，搞了不难做，痛苦流泪认罪，弃绝他们所行的恶。囡仔本好，本认罪，囡仔未骗人呢，囡仔正单纯呢，伊本好本认罪，从上到下，从老到幼。干了认罪悔改，这里是做啥物物件？唔是重建圣殿，唔是修建神墙，是做啥物？重建人心。大家讲，重建人心。今仔日，咱人有真啊济大会，头先伊讲，干了人组织来正做一个啥物？大会，什么大会？认罪悔改大会。今仔日咱教会有真正一大会，有啥物大会？有大食会，大食的大会；有生日的大会；有庆祝啥物的大会？啊，有开教会大会，有啥物？有啊，讲师班的大会。查经班的大会，哈密大会改了本有，我相信咱需要一个大会，哈密大会，认罪悔改的大会。今仔日哈密属咱陪灵陪未起来，哈密属咱布道布未出去，伊的问题伫倒落，唔是外面的压力，是啥物？是内面的腐败。人心的腐败，人的灵就痛，会痛未？未痛。甲心会痛未？未痛。甲人会痛未？未痛。未痛。如果咱甲心未痛，咱祈祷了，唔单祈祷，咱祈祷了，若讲到咧敏感的问题，尔上加真正一个问题，敏感的问题，袂使讲安尼了，对不对？今仔日真正一个人，真正小心无，就讲到呐，这是敏感的问题，袂使讲。小心，今仔日咱祈祷个神，咱嘛是真正一个敏感的问题。咱一祈祷呢，上帝甲咱讲，光照咱哦，这里啊，八十几句，袂使讲。啊，讲别项。咱看圣经啊，圣经光照咱人看到圣经讲到，哎，这里唔爱看，佮变变过去，佮看别个，看下歪，看下歪，无下歪唔爱看。甲神讲话讲了无三无四无重要物件，咱咪生命嘛那会长大。咱对神失去信心，咱对人真正济。的问题，咱没原谅，咱怀恨，咱讲是非，咱讲人的是，讲人的不是，啊，他们话本讲个了，神的话无讲，人的事真正搞去传，特别福音无传，我。有啊无？全世界搞了有，一边无。伊斯拉等圣殿重建了，城墙修好了，但是伊感觉到上要紧的一项事，就是重建人心。今仔日你感觉到第要紧的是啥物呢？起礼拜堂要紧无？要紧。有好的行政要紧无？要紧。有好的人才要紧无？要紧。有办事的人的才干要紧无？要紧。有好的敬拜团要紧无？要紧。有好的搞唱歌的人来领唱要紧无？要紧。有好搞讲道的人来讲道要紧无？要紧。特别哈咪较要紧呢，心较要紧啊，是这较要紧。
所以圣灵讲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怎么样？由心发出。心是一句，心是你自己的。你不能拿到圣经啊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是你的心，不是我的心。心是一句自己的，今天我们听到为一句听自己听，今天我讲到讲到一句听自己听，你就要会记啊。你不能讲哦，我听到为一句听，我不能讲我讲到给你听，我讲到讲给我自己听，你听到你自己听。一句心，我的心，大家来讲，我的心，我的心，够时间哦，好不？无了，几点啊？啊？九点钟啦，把你讲一点了，把你讲头一点了，认罪悔改呢。特别这一点要紧啊，这点正要紧啊，这里通了以后加互通啊。那是这无通啊，哈咪个咧免通啊，国家讲本就无用，你明白哦？讲这这本无用，你听了对你本无益处，因为圣经讲，你加灾特别向你加爱，你明白哦？你那无通，你愈吃愈死，所以这个是较要紧哈。那是咱会做这个头一点，咱生命才开始活起来。咱的生命才会拉起来，咱安尼有款的灵才会活，咱报道才会报会出去，咱甲对人够影响，咱够见证，才会带人来归乎主呀。咱的心对主，咱甲无物件来阻乱咱人呀。无论世界发生啥物事，伊本未阻断着咱。无论人安怎有款，伊本未阻乱着咱。你明白哦？因为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心在主的位。阿们，阿们。主有变哦，无变。你的心在主的位，你不无变。世界物件影响你哦，未。人所犯的物件，人所做的物件，发生的事，这项有项有项，这项。哇！听了心本乱，安怎心会乱？因为心无在你心的位，你心在这里数，在那里数，人乱，你本对条乱，无？真济基督教讲，我讲牧师啊，哎呦，该乱了咯！我听了，我本乱咯。啥物事你乱啊？人在乱，你本乱。耶稣乱咯？无乱。耶稣讲伊何乱命？何乱安息平安？你特别安静来到神的面前。享受神给你的平安，叫你重新得力。你要在安静的里面去寻求，更认识他是神。你心在哪里？什么是人乱？你对人乱。你心在世界，世界乱，你心就乱。你心在人的身上，人乱，你就乱。你心在你钱的顶面，你钱乱，你不乱。你心若在查某的顶面，查某乱，你就大乱。世界啥物物件本会乱？你心若对你翁的位，你翁气消，你稳对条消。所以你生命永远袂大，你常常受这个影响，受这个物件影响，这个物件影响，你渐渐袂大汉，你渐渐大这物件伊直直乱，直直乱，你要安怎去大汉？圣经讲，你当怎么样？休息安静，要认识我是你的神。你要在平静安稳里边，说明重新得力。
要将你的心放在你主的内面，保守你的心，保守你的心，在你心的内面，安尼你的生命就别乱了。这世界行到直直来，直直乱呢，你知唔知？世界无主来就好诶，是主来就乱呢。问题不是主来就少，问题是主来就济。人的事是主来就复杂的，人的事未来未主来就简单的。你若要将你的心放在这个事的面上，该了在这事的物件，我甲你讲，你对条伊乱到未了未了。世界会使乱，你的心唔通乱；人会使乱，你的心唔通乱；事会使乱，你的心唔通乱；经济会使乱，你的心唔通乱；你的翁会气消会乱，你的心唔通爱乱。你无乱，你不能乱；你惊乱，你不袂使乱。啥物事？因为你心伫倒咯，你心伫倒咯，伫主面。主乱哦，无乱，所以你袂使乱。你会安怎？人主乱，你就重新得力；人主乱，你认识他是你的神。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啊，我今天想佮你讲，你听姐特别高点声了。讲一咩？讲一点头先。达达人来去做咧，就够了。有滴人讲我听者，伊讲住一个国家啦，唔知非洲啊咩所在啦。伊来教会者特别伊只，伊牧师啊，那是讲一批的道理了。了就看，甲了人有遵行这个所听的道理无？那是无，下礼拜搁再讲受伤的道理。那是搁无，搁来搁讲受伤的道理。有可能一篇的道理讲半年，讲一年，讲两年，讲三年，不讲上这种道理。读书安尼差不多好不呢？一篇的道理讲一世人会使啊？哈咪说安尼咧？伊个理由是讲，我讲济济，予人听本无用。那是讲了，你无去行；听了是白听，讲了白讲，你无得着半项。就讲了，你人家了去做去行，你把你真实真实有得着。安尼我阁讲新个予你。那是即个你都无得着，我直直予你，直直讲予你，有用哦？无用。所以我想安尼个方法本是真正好。来，咱来听起来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啊！